Dạ em. Cho click cái này. Good afternoon. We are from group 5. Now we are going to do oral test, start with reading first and then continue for the task 2 conversation. Now I will start first. 大家好，我叫吴一喜，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在敦煌县文大学学习。我们是第三商务有韩语课。我的韩语老师是张国仁。我的爱好是打篮球和看电影。每个星期六。 下午，我和我的朋友去学校打篮球。我是环游行，喜欢游泳。 Next. Next is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于西梅，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叫在平衡。 我在敦煌人文的学习，我们近期三项课有韩语课。我的韩语老师张玉仁，我的爱好是打篮球和看电影。每个星期六下午，我和我的朋友。 就休息到篮球，我喜欢旅行，喜欢游泳。谢谢。大家好，我叫伊西伊斯玛伊，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叫在平衡，我在敦煌人文大学读书。我们现在三川湖有游客，我的韩语老师是张古，我的爱好是打篮球。 去看电影，每个星期六日午，我喜欢的朋友就住在的篮球。我是英文，卢江吉安文游泳。大家好，我叫李思麦。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叫在彭彭。我在敦煌人文大学休息。我们星期三上午有朋友课，我的韩语老师是张国仁。我的爱好是打篮球和看电影。每个星期六下午，我和我的朋友。 去学校打篮球，我是万鲁星，喜欢游泳。谢谢。然后我是22岁。 我家有十口人，我有爸爸妈妈、姐姐、两个弟弟和我。我是马来西亚人，你们呢？你们的名字叫什么？Hi，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Muhammad Armizi bin Muhammad Ruzi。大家好，我的名字是Muhammad Zakiya Kim bin Magawi。Hi，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 Ahmad Faiz bin Zafar. Hi guys. Okay. 你家有几个人? 我叫有三口人，爸爸妈妈和我。高人，爸爸妈妈，两个姐姐，妹妹，和弟弟。 我。
我家有七口人, 四口人, 爸爸, 妈妈, 两个哥哥, 一个弟弟, 一个姐姐, 和我。 可以我知道你们的多大嘞? 我22岁。 我是22岁。 我20岁。 你们是哪国人? 我是马来西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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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全部在马来西亚。 Nice to meet you guys. That's it from me and my group. Okay, 谢谢, thank you. 谢谢。谢谢。